打造175,000瓦系列的第一天，昨天咱们已经花了85,000在淘宝哥买了一个双法爆双法霜的耳饰，这个耳饰我也看了很久了。按照现在这个版本，无论什么法系，女人霜都应该是叠法霜。但是我为什么买双法爆双法霜呢？首先肯定不是因为咱们买不起三法霜四法霜，而是双法爆更有性价比。嗯，好的好的好的，确实是买不起啊，现在三法霜四法霜的耳饰啊真的是太贵了。相对于法霜零食啊，法爆零食那就便宜太多了。价格的话我看了一下，比去年的话大概便宜了30%至少，而且目前还在降价。我是等不了了啊，所以的话我感觉这个价格已经差不多了啊，所以的话这个是85,000带个163啊，咱们直接买下。当然买法爆的主要原因啊，除了便宜之外，还是我认为不会法爆的法系跟咸鱼有什么区别，秒过去根本就没有惊喜感。说的是，好的好的，所以的话我最后啊选择买这个耳饰，这样的话咱们十件装备的碎片啊已经凑齐了一件了。另外我算了一下，我剩175加光升经验的话需要75亿，然后再加上化圣，再加上把技能从164点到180，和再把潜能果选满的话大概需要200亿经验。我操，200亿经验，就算我每天刷1亿经验，我是不是也得刷200天？要不咱们还是买个号吧。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开沟没有回头箭，耳饰都买了，咱们就慢慢刷吧。主要这个号也有感情啊，而且我这个神器的话都是11的水，号的话辅助技能也是满的，都有融会贯通，只要先把这个号先升到175，后续的经验问题应该都好解决。既然是咱们决定玩百万法系了，这个法系门派的话应该会把所有的法系啊都给玩一遍。最后啊，咱们的目标肯定是，对吧，打符战啊。打符战其实门槛不高啊，但是如果想打出成绩的话门槛就高了。咱们尽量往这个方向发展嘛，实在不行啊咱们打打帮战啊，打打群雄啊，打打剑会啊都是可以的。毕竟想当年我也是天启第一魔王，群雄16强，单挑榜长期第一，以及华山全服积分第二等等等等，荣誉其实很多，我就不一举例了。当然其实都已经被我讲完了。一边买一边卖啊，咱们现在许多的狂暴都得卖啊，所以的话需要2到3号啊把咱们的宝宝都给卖一卖。这个号的话我过几天马上就要转区了，刚好新海湾我还有个渡劫的小号啊，准备把它给转到这个区来一起卖宝宝。不过咱们这号上、怎么竟然还有2只地听啊，我都给忘记了。咱们不是要升175吗，咱们175必须得有只地听啊，要不把这2只给合了吧，随便洗个2技能的关照往下地听，7+2随便扎出个9技能关照地听，这不就发财了吗。不过这地听真够难洗的呀，1技能看会不会领悟啊，没有领悟啊，咱们继续洗，2技能总得要吧。哎呦我去，不多不少，刚好2技能，这样的话咱们直接炸吧。奥加七给哥贪成就，哎呀我这个小号是没成就的呀，这不凉凉了吗。4技能还戴眼镜，还想套娃，哎呀还想套娃，那就继续套吧。咱们在草帽哥啊看一只8技能猎妖啊，这猎妖的话是278，各项资质都非常不错，咱们只要把书垫一点还能继续玩。这波资源太暴力了，4+8直接炸，最多烧技能给个贪成就，我去，最多5技能，妈了个蛋的，这不凉凉了吗，疯狂。哇、这个哇靠，兄弟们能用了2轮自行车，还戴个眼镜，搞几敏捷夜战都有用，戴个必杀套，这不能用了吗？不错，确实是不错，可惜技能少了一半，哎呀，弃之可惜，食之无味吧。等我升175级吧，到时候再看看这个宝宝怎么处理。咱们再把小号转到碧海朝圣啊，就开始咱们的疯狂大甩卖了。2000 years later。好的，高价级时间已经到了啊，咱们把各种宝宝装备都给卖一卖。像这种疾风道破愤怒腰带的话，我认为是很好用的。疾风道破的话可以驱散天地同兽啊，这样的话国标打12就不怕对面起无限天地了。可惜这个特技目前只有被我重视了啊，没有被其他指挥重视啊，咱们只能含泪上架了，贱卖贱卖。
像这种闪现隐攻的话都心头宝啊，以后我是175级的话确实用不到了，也只能含泪卖了。毕竟啊，咱们这个宝宝真的是完美闪现啊，50%的几率上场，吸血的话上限只降低30%。算了一下啊，大概还有10多只宝宝吧，都得卖啊。没办法，谁叫咱们要升175呢？谁叫我们要从建业城走向长安城呢？贱卖贱卖，萝卜白菜。好的，卖归卖啊，咱们最后还是留了几只宝宝啊。这只耐练啊，咱们可以练级用，续命也是啊，隐攻也是。这几只宝宝的话，咱们都可以用到175啊，可以保证咱们平时的任务需求啊。升到175啊，咱们再继续换童子。好的，兄弟们，百万法系正在养成，我们下期见。